预防胜于治疗，从源头着手，及早在系统中加入防贪措施，是打击贪污最有效的方法之一。防止贪污处有法定权责，审查各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的工作常规及程序，找出有贪污风险的地方，然后提出改善建议，去堵塞贪污漏洞。我们会主动与政府及公共机构建立伙伴关系，为他们的新计划、服务和系统及早提供防贪建议，并跟进推行情况。同时，我们会为其他较高贪污风险的现行程序及系统进行详尽研究，尤其会优先审查备受公众关注、涉及民生和公众安全、耗用大量公帑及大型公共工程的项目。此外，防贪咨询服务组会为私营机构提供防贪服务，包括专题网站和咨询热线，以更便利地向私营机构提供各类防贪资源。防贪处透过与相关行业商会、专业团体和监管机构合作，加强各行各业的诚信管制，预防私营界别的贪污。我们会继续为公私营界别提升及巩固抵御贪污的能力。